我们这里有一个人，他是妖精，不可能！你们这么多人欺负一个弱女子，良知何在？片刻之后，贫道便可让你看看我们的良知。臭道士，你休想！哼，病入膏肓。 放开他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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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春，小春，你们放开我！小春，放开他！你们放开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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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开
这身皮囊并不是他原型，而是杀了原本主人祭祖其中。他的元神应该是一只百年的蜘蛛精，可能这次抓的这个妖孽，多亏你，你和他的法术啊。小春，可能小春，你到底，你到底？公子，小春只想做一个普通人，我不想害任何人。公子，你中毒太深。 你必要自己斩断青魔，贫道已将他控制，这一剑必须由你来刺。你放开我！公子。 桃花开了，小春。
哎，老四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就是，跟大爷说说，让大爷送你去。找了这么久，兜了一大圈，终于让我找到几个活人。 花过处，寸草生。石春三十娘，主人你醒了？你怎么在这儿？不想让我吃鸡，把鸡都藏起来了，小气鬼！除了帮忙藏东西的地方没有几个，我一定帮你找出来。站住！ 我也没有，没事，我。你我主人，主人，不可以啊！他们毕竟和我兄弟一场，不可以杀掉他们的，还不快滚！不是，是我经理。是，抓住他！ 行了，不然昨天打了我那场，他早就没命了。昨天你也看到了，是不是？兄弟们都给他打飞了，你怎么解释啊？那你们不是也没死吗？是计谋，一定是计谋。没事，敌不动我不动，他想让我们先出手。 然后找借口杀掉我们，这样大当家回来就不能拿他们怎么样了。哎呀！我知道是你，你说。不是我呀，没说话。哎呀！怎么了？你说。不是我。谁不是谁？哎呀！ 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！哎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可以帮你对付他们。来，过来，听着啊！咕咕咕，小鸡。咕咕咕咕咕，咕咕咕咕。
谁先来呀？一起吧。厨房也没什么佐料，我凑合做的，您对付吃。嗯，还挺香的。你捂脸干嘛？啊？手拿开。谁打的？哪有？斧头帮这个地方谁敢打我呀？你刚才抓这鸡的时候，他看见我抓他，他就跑，我就跟他搏斗来着，让我自己摔的。你，啊，坐那儿。干嘛？哪那么多废话，让你坐就坐那儿。坐那儿。坐下呀。哎，主任，你不用管我，真的，我不想你为我疗伤再耗费你的法力，我真没事儿，啊。行了，我再去看看，搞点吃的。站住！我告诉你，我春三是娘想做的事情，没有人阻止得了。给我回来坐下，坐下。这什么？鸡呀。什么鸡呀？母鸡。会功夫啊？应该不会吧。那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？我都说了，说自己不小心摔的。还想骗我是吧？摔得摔这样吗？是被人打的？不会，哪人敢打我呀？真是自己摔的。你不说实话是吧？你我不知道吗？我是看出来了。这帮小喽啰，每天拿一只鸡来诱惑你，等你过去拿鸡的时候，他就把你暴打一顿。哼，是不是他们打的？因为他们知道，你回到我这儿来，我一定会帮你疗伤，这样我会消耗我的功力。哼，真是幼稚！你是不是傻？明知道被打，为什么还要去学？因为你是我的主人啊，你想要吃鸡啊？主人，你明知道是这样，为什么还要救我呀？少啰嗦，哪那么多废话。出来！一个个鬼鬼祟祟的，算什么好汉？出来！出来！你！出来！给我杀！你们都给我出来！Thank you.
你竟然是一个这么下三滥的人！要成大事，必须不择手段。我突然发现你还有男人味儿啊！有气魄，想做英雄是吧？啊！一直这样，之前是你误解我了。好啊，既然你不顾兄弟们这么多年的情分，也别怪我不客气了。 钱呢？你欠我二两银子，你忘了？行，还钱嘛，还啊，拿出来啊！还你呀！不够数啊！剩下的明天再还。好，这样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玩这个是不是？玩这个。对呀、啊。鞋，上半年我送你的，还我呀！好，还我呀！好。鞋是吧？还给你啊！哼，头巾。 头巾是我送给你的，脱下来还给我。不惜的要。什么？内裤？内裤是我送给你的，还给我呀！脱下来呀！脱下来呀！给我算这个是吧？好。还给你！哼，我牛。 上个月的猪蹄，哎，还给我，还给我，要什么？在茅房里自己去取啊，肚子里的，肚子里的，来拿呀！还给我，来拿！兄弟们，听到了吗？啊，拿！ 你知不知道，我已经放过你几次了？我知道，我现在身后已经没有兄弟了，所以，我问你最后一遍，是不是你想对付我？ 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喂，等等，把衣服给我留下，把门带上啊！ 这么早就来给我请安呀？
我来看看风光无限的至尊宝少爷，如今落魄成什么样了？比你好。你都沦落到跟以前的小弟借钱了，还神气什么？总比你现在没有小弟好吧？你别以为你还是以前的富贵少爷，早前从我家把大夫强行带走这事儿，我还没跟你算账呢。我说，你们隔三差五就叫那大夫去你们家里看病，就这么希望你们家人得病吗？知道什么呀？那是我们大户人家的保养。呦呦呦！哎呦，至尊宝，我好心资助你，你就现在这鬼样子，难怪现在镇上所有的人都不愿搭理你。你说什么呀？这太阳从西边出来了，你说你资助我？只要你给我拉车，这几张银票就是你的了。你一个人从你家门口拉到我家门口，倒地拿钱，怎么样？别太过分了，别以为有几张破银票就能让至尊宝给你拉车。既然美女都开口了，那我再多加点，一锭金子够吗？你当真？本公子说话一向言出必行，说让你有朝一日给我拉车，一定办到。什么时候？明天午时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哈哈哈，一言为定。你干什么呀？真的要去啊？那傻子那么想给我钱，我就拿着呗。刚才多亏了你，帮我多要了一锭金子。我只是看不惯他太不尊重人了。这有什么呀？哦，明天帮我看一下我爹娘可以吗？快点啊！快点儿，快点儿，快点儿！见了吗？这就是不好好读书的下场。咱们家里穷，不比至尊宝少爷。你以后不好好读书，考取功名，以后你连车都拉不上。至尊宝少爷竟然沦落到当众给人拉车了，作孽啊！还有风水龙头战，昔日里三千金都不皱下眉头的富家少爷，今天为了一锭金子卑躬屈膝，可悲可叹呐！枫叶落下，色彩变苍白。我让你从前直到现在，爱还在，远去等你漂泊。走啊！你没事吧？没事，谢了。谢我？你谢我什么呀？我知道是你施法，我才能完全感觉不到任何重量，轻松把他拉到他家，拿到金子。被你发现了，哎呀，下次真应该注意点，不应该把重量卸得那么轻，这样弄得太明显了。其实我觉得你挺好，虽然你是个妖怪，但你的心肠还是不错的，不仅不可怕，而且还挺漂亮的。所以说嘛，不是所有的妖怪都是坏的，当妖怪也有好处啊。就拿你今天拉车子的事情来说吧，如果你懂得法力的话，就不至于那么辛苦了，而且啊，还可以直接把地契给要回来了，而且还可以点石成金，这样你就再也不用为家里欠债的事情发愁了。我回了家呀，我就把这金子给我娘，然后再想想办法，说不定
这地气就能赎回来。你还想着用普通人的笨办法呀？我真的是搞不懂了，当个普通人到底有什么好的？虽然麻烦，但是普通人呢，也是可以解决问题的。好吧，好吧，既然你不承认你是孙悟空，或者你根本就不是孙悟空，不过也不是没有别的办法嘛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拜我为师，只要你帮我找到了转世孙悟空和唐僧，我就可以帮你修炼，到时候你一样可以靠自己来解决家里的问题啊。但是呢，我真的不知道他们的下落。刚才你不是还说我挺好的，没有那么可怕吗？怎么还对我有戒心啊？或者你要骗我？不是，我压根儿就不知道你说了那什么转世孙悟空，转世什么唐僧。我发誓，发誓，发誓，要是有用，我就不会伤心那么多年了。骗子，你们男人都是骗子。走，赶快跟我走，我不想再看见你。你跟那500年前的死猴子有什么？还不走？你不走，我走。看见了没？啊，金锭，我一天一个，2天2个，3天呢我就能赚4个，4天之后，我说不定就能把我家地契都赎回来。我问你啊，完不完美？完美。那咱们就这么干。我告诉你啊，天亮以后，你要是敢晚走一刻钟，我杀了你全家，听见没有？我开个玩笑嘛，啊，你干嘛老是要打打杀杀的？帮帮我吧。青云，帮帮我吧。我没钱。抢什么？这是我熟弟的钱，我实在是不能给你。你娘得了重病，我变卖家产只凑够了草药钱，现在还差一份很贵的药引子。如果没有的话，你娘就要死了。我爹死得早，我娘含辛茹苦地把我拉扯大，从小我吃肉，她啃苦；我吃馒头，她喝粥；我吃鱼肉，她溜鱼头。你爹也爱吃鱼头，我爹也喜欢吃鱼头。那是你爹故意这么说的。我爹骗我说他爱吃鱼头。你接着说。我不仅没有报答他的恩情，现在我连他命我都救不了。如果他走，那我就随他去了。那你慢死不送。走。你干嘛呀你？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你看看这个人。虽然相貌没我英俊，气质也没我好，长得也丑，字写的也丑，样样都不如我，但是呢，他跟我一样孝顺。我在你的身上仿佛就像看到了我自己的影子一样。如果我不救你，就等于我连我娘都不救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一定要帮你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慢走啊，大哥。行，为什么全天下可怜人都在这儿？是啊是啊，我们很可怜的。您坐好些。那是因为你傻。什么？是啊。5000吗？5000吗？你们不是挺惨的吗？刚才说死全家的，我让你们死全家。去哪儿啊你们？干什么？去找那个骗子算账。娘，
就说他是骗子。哎，别追了，他拎着药，怎么可能会是骗子呢？那我们就去看看，跟上。娘，我把药引找来了，一会儿吃了您就好了。看到了吗？看见了，没骗我们。谁让你看他了？看桌子上，桌子上还有那么多药引子没有用完，咱们把它转手卖掉，还能挽回点损失。算了。钱我不要了，就这样吧。别去了。为什么呀？明天之后可就是我们三日之约的最后期限了。没有钱你怎么救你爹？我堂堂一斧头帮帮主从来都是用钱。这家人那么晦气，万一到时候我再中过毒生点什么病，不至于。钱不要了。嘴硬心软，别人的娘要救，自己的爹就不救了？怎么了，娘？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不能来啊？你把我娘怎么样了？吓死了！你，反正她也活不了多久，我这是帮她早点解脱。我好不容易找到了药引子，以为我娘有救了，你这个杀人犯！住手！大哥，钱在这里啊，你要是想救我的话，到我面前来嘛。嗯，不用，我站在这儿看得特别的清楚。好了，反正他娘现在已经死了，我现在看着他，你拿药引子换钱去。这种趁人之危的事，我是不会做的。你到底去不去？有话好好说。妈，不是我娘！哎呦，我这烦死了！别死马当活马医，我这辈子没做过什么让我爹娘骄傲的事，救人一命也算是给他们长长脸了。别这样，放开我娘！别，娘，你醒了？看见了。谢谢恩人，谢谢恩人。谢谢恩人，举手之劳啊！谢谢恩人，谢谢恩人，恩人，恩人啊！谢谢恩人，谢谢恩人，谢什么呀？举手之劳，有可能的话，往我家送面锦旗吧啊！谢谢恩人，谢谢恩人。喂，你走慢点。哎，怎么了你？怎么不敢看我？你太漂亮了，我怕我失态。那我现真身给你看啊！别，我求求你了，千万别！我转过来行了吧？需要这么夸张吗？像我爹儿的，不就是钱吗？我来想办法。还有，你自己有什么打算吗？买只鱼回去给我爹烧着吃。记得少放点盐。是红烧呢，还是清蒸啊？这鱼炸起来就不健康了，你说是不是？青青，你去哪儿了，青青？
如此有情有义，看来你真的不是那只臭猴子。你去救你爹吧，我自己去报仇。丹当家，你说这肉是不是有毒啊？不敢确定，但好像有点问题。但如果贸然下结论呢，也不是特别好。那尝尝。我回民。我吃素的。我上火，不能吃。不是你们都不吃，让我吃啊？丹当家好，丹当家好歹些，丹当家行。好像是朱温吧？朱温，那会不会传染二当家呀？二当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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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没事吧？是啊，这么吵。二当家没事就好。你什么你啊？我个屁呀、啊！你的肤色好健康啊！二当家被传染了，三当家，这猪肉会传染给别人，这可咋办呢？我当外山贼，还想当小白脸呢，我可不能被传染啊！这么黑，晚上走夜路被人砍了会。对，猪全部杀掉。那二当家的呢？他早就不是我们二当家了。他被妖怪所蛊惑，现在他是奸细。你的意思是？二当家，我是迫不得已，帮主让我照顾斧头帮。以后每年的今天，我会拿你祭祀的，啊不，给你烧纸的。你们拿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干嘛呀？棉被啊，我闷死了。馒头啊，我噎死他。锣呀，我烦死他。酒啊，我灌死他。杀人要用刀、斧子和锤子。你这个叛徒，现在被妖怪所蛊惑。还得了朱瘟，还要传染给我们。这年月啊，猪都比兄弟们靠谱啊。看还有没别的办法？我也觉得砍砍杀杀不太符合我们山贼的做法。就是嘛，朱瘟嘛，就是猪得病了，人得病都能治，为什么猪得病都不能治呢？对不对？想想，看有没有可以治朱瘟的办法。谁想到有赏啊？娘，我买了鱼给我爹吃。爹，我还有账没跟你算呢。刚刚我看到一个人，他跟我说，你说你爱吃芋头都是骗人的。你这样搞得我很被动，好像我很不孝顺一样。外边那么多雨，就当是我补偿你的。爹，房子可以没有，钱没了也可以再赚。
我还在呢，你起来好吗？爹，我先去烧鱼了，娘。仙药可起死回生，为你父亲吃下便可痊愈，珠宝可卖些钱，把地赎回来之后好好过日子吧。谁在说话呢？娘，爹有救了。爹，娘，你这是干嘛呀？地契呢？我已经赎回来了，然后这儿还有一些剩下的钱，应该够你们过一段时间的。能够重新看到爹的笑容，我真的是太开心了。只是我是五岳山的大王，我不能丢下我的兄弟们不管，所以我必须要回去。等我把山中的事情处理好，到时候我回来接你们俩一起上山。什么大王不大王的？你把我儿媳妇弄回来才养亲，怎么那么直接呢？娘，这次多亏了晶晶姑娘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帮了我，我觉得她还是喜欢我的。哎，先吃点东西吧。哎，等等，儿子，路途遥远，饭要吃好，天凉了要加衣服，路上车多，注意安全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晶晶，我来了。你们这么多人要干什么呀？把我捆着干嘛？快把我放开呀！二当家，你被妖怪蛊惑了，我们兄弟几个帮你驱魔呀。哦，哎呀，三当家，还没开始驱就已经有反应了啊。是是是，有反应了。是啊。嗯，什么味儿？好香啊。是啊，好香啊。是好香啊。我也觉得有一点点香。好香啊。还觉得有点点烫。哎，啊，嗯，受伤了，放火了。你们这些叛徒，居然敢放火烧我！快放开我！我弄死你们！你们方位到底是病猫是不是？病猫？你现在是病猪！啊，二当家，你被妖怪控制了，想暗算我们兄弟几个，我们兄弟以德报怨，你不想说点什么吗？我说你奶奶个腿儿！放开我呀！好啊，既然这样的话，兄弟几个就不客气了，不再仁慈了。二当家，黄泉路上好自为之吧！要干什么？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夫人，他们用火烧我。你们敢动我的人，也不问我三十娘同不同意。啊！刚才谁用火烧我来着？啊？谁？你。还不躲我身后来过去找死啊？是你吗？我说过了，想杀我的人必须经过我的同意，听到没有？我是你的人了。哎，切，别怪我没提醒你啊！他现在得了初瘟，呦呦呦，他现在碰到你了，你会死的。他中了我的法术，怎么可能害我呢？法
是你的法术？你不知道吗？我中了你的法术。呀呀呀呀呀呀！你看，你看，请看，肩膀都黑了，中毒了！你看，你们这群蠢货，什么黑了的？我是懒得看这张纯脸啊，把他脸涂了炭黑。还不快滚！谁想跟我打呀？哎呀，我的肉还要熟嘞，我去看看。啊，三当家，我去给你烧洗澡水。我去前去。哎呀，这天好像下雨了。哎，走，别烧一口，烧一口水。算了算了算了，还不快滚！你要是有至尊宝一半的重情重义，我们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。嫁给我吧，我爱你。经历了那么多，我才知道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。我需要的是体贴的、成熟的、聪明的女人。红叶落下。色彩变晶晶，晶晶啊！从前直到现在，你来干什么呀？我来感谢你。谢我？谢我什么呀？谢谢你这么喜欢我。你再胡说八道，我对你不客气了。你看，你明明可以直接对我不客气，但是你还要对我客气一下，你还说你不喜欢。我就是不喜欢你。昨天我是大发慈悲才放过你的，你要是再这样，我可就不客气了。哎，我求你千万不要放过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呢，就要同心同力。你去帮我安顿好我的爹娘，我去陪着你找那只死猴子。我可没有帮你安顿什么父母。做好事不留名，我觉得你就是喜欢我。你到底想干嘛？陪你找到那只死猴子，扒了他的皮，抽了他的筋，吃了他的肉。只要你开心就好，但是你能不能告诉我怎么找到他？你真的要帮我吗？是的。500年前，那只臭猴子一心想吃唐僧肉，如果能找到唐僧，一定能把他引出来。兄弟，你一直撅着嘴，累不累呀？你是不是不开心？不开心你跟我说，其实我可以开导你一下。诸位妖界的兄弟，今日我们欢聚一堂，就是要扒他的皮，抽他的筋，喝他的血，吃他的肉。你们随我老牛一起长生不老。贤弟，你我吃了唐僧肉后，便可以长生不老，法力倍增，也就能取代孙悟空，成为真正的齐天大圣。这个那，托了牛哥哥的福了。等我当上齐天大圣以后啊，花果山的小妖精，随牛哥哥跳了。一言为定。当然了。各位大哥，吃我的肉真的不会长生不老的，要吃我的心才可以呀。但是贫僧呢，心眼太小了，一个心只够一个人吃啊。你们这么多人够不够分呢？如果万一吃了我的肉没有长生不老的话，那算不算是贫僧骗了你们？出家人是不能打诳语的，吃我的肉真的不会长生不老啊。来来来来，敬你，来来来来，我敬你呀！来来来来来来！哎呀，怎么就打起来了？他们不是好兄弟吗？
你一点力气孤妄都没有，还想当孙悟空，不伦不类！我好心找你吃唐僧肉，没想到你恩将仇报，好啊，让我把你的牛眼挂了下酒吃。唐僧的心是我的，分着吃，做梦吧！ 吃不了了，怎么保命要紧？我们快走吧！走了。哦，以和为贵呀。这位兄弟，不知道你加入社团多长时间了？你大哥对你好不好啊？社团福利高不高？有没有工资？有没有年假？你大哥有没有帮你找女朋友啊？ 看你身着也比较光鲜，估计已经是堂主了吧？那你手下的弟兄有没有听你的话？哎，既然是堂主的话，今天吃我你有没有份呢？哎，这么隆重的日子，父母有没有来？家人好不好？你要是没成亲的话，我可以介绍你一个很温柔的女妖。哎，你不舒服啊？你不要这样，我的肉啊，应该还是蛮好吃的。 大腿呢就比较松软，小腿比较结实，但是容易塞牙。你还好吗？要不要我请你去看大夫？他好像身体不是很舒服。你也不舒服。怎么牢里这么安静？唐僧都被他们拖出去了，当然安静了。 臭猴子这么歹毒，居然对我们放毒箭！现在知道他歹毒了，当初怎么劝你，你也不听，还爱得死去活来。哼，啊！说的跟自己没动过情一样，也不知道谁当初要跟他私奔。喂，白晶晶，你有完没完？我没完了，怎么了？ 不是说好了吗？今天我们谁都不提那个臭猴子吗？我不提，你也别提了。忘了今天我们来干嘛的？我们来是要问青霞师伯啊。这个疯女人，明明我们修炼的好好的，非要打扰我们的平静。可是你真的平静吗？那当初收到那只臭猴子的求婚帖，然后还背着我偷偷的去找他，那个人是谁啊？你。 你要吵架是吗？我懒得理你啊！我再跟你说一遍，我没喜欢过他，在我心中早就没有他了。我也不想去找那个疯女人问个明白，要去你自己去吧，我不去了。好，这是你说的，我自己去问。你想自己去就自己去，我偏不让，我也要去。 喂，你站住！春三师娘，白晶晶，师傅，师傅，这是师傅的声音。师傅，师傅，在那边。师傅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师傅，你怎么在这里呀？青霞呢？青霞师伯呢？对啊，都怪他，要不是他，我能被关在这儿吗？师傅。 你放心，我们进入出去。对，这是青霞师伯的错，不能让你困在这儿。师傅，哎，喂，不管用啊！怎么回事？这什么地方？哎，那还有一个，走。哎，喂，千万不要乱走，更不要碰墙上的东西，不然。 怎么样？会被关进来？哎，这也不高嘛，飞出去不就完了吗？走你！哎，师姐，你在干嘛？飞不起来啊，师傅。六耳猕猴偷学了太上老君的八卦占卜，在这个牢房里边，所以啊，法力在这里边没有用。
样的东西，可以按吗？哎，快点跑！你们有没有发现，这个跟刚才那个房间一样啊？不是一样，就是刚才那间房。啊？这墙上一共有八个记号，我每个都试过了，墙转来转去还是这一间。你看，我那还做了个记号。不知道这个臭子到底用了什么法术，就是出不去。那两个一起按呢？有点意思，原来是这样。